再次欢迎。Hello，大家好，我是华伦天都美妆品牌彩妆大使谭健次。哇，非常开心，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是的，很开心啊，把你请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参加今天的一个派对活动。那今天呢，在线下很多朋友说，哇，谭健次好帅好帅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欣赏谭健次的美颜，大家开心吗？下午刚见过啊。那新进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呢，记得啦，点点关注，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参加我们今天的华伦天奴美妆的惹眼派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下单，哇，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有超多的周边带给大家。首先呢，先来介绍一波和谭健次有关的周边了。今天我真的超级心动，噔噔噔噔，猜猜有多少张？好多张，15张。看到这么多自己帅气的样子，感觉怎么样？确实还行，确实还挺，真的很不错，是吧？真的很不错，很不错。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好，好。总共有15张的小卡，大家买套组呢就有机会获得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小卡的那个质量都很好。对，有15张，然后每天可以欣赏，很帅。哎，这样给大家看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帅气的明信片。我们有4张不同款式的，你自己会喜欢哪一张？说实话嘛，都喜欢，都喜欢。对，然后我觉得个人而言的话，哎呀，好难选，都好帅，对，是不是？都还挺好，还挺好看的。就是非常感谢 Valentino 给我拍摄的这一组那么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套拍的好帅哦，而且很有故事感。这张我觉得有一些什么感觉，就是很纯欲的感觉。哦。真的吗？又展示出不一样的风格。来，请帮我们展示一下哦。好，大家今天拿套组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些只能拿在手上看嘛。这个质感也好好啊。我知道我们各位粉丝朋友，因为觉得每天出门前都想能够看到谭健次非常帅气，最好能够有等大的，我们呢尽量满足大家，所以还有海报。我们秀一下哦，超帅气的海报可以贴在家里。我们有4个不同款式的海报哦，非常非常的帅，可以把它贴在卧室里。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贴在玄关吧。每天跟我贴在玄关，一进门就见到我。是，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棒？我们这次呢，华伦天奴美妆呢，给大家准备的周边是不是很合大家的心意呢？当然除了这些呢，也很合我的心意，也很合你的心意，是不是？那大家拿一套回去好不好？好啊。然后除了这之外啊，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品牌的周边。那今天在我们的抖音官方旗舰店呢，买满1500元呢，会送到我们品牌的一个精美的周边，也给大家秀一下。就在那个之前给我们拍的宣传片当中有秀到，好可爱。还有一个，如果你今天觉得我要买超级多的产品，我们买满3500元，还会送这样一个沉甸甸的一个赠品给到大家。哇！金光闪闪，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有没有觉得很气派、很高级？然后呢，也给大家秀一下嘛。我觉得要重现一下在那个视频当中的感觉，好不好？就那种很不羁、很帅气的那个 feel， 给点眼神给大家。这样吗？对。哇 ！It's very Valentino。哇，有没有被帅到？好魔性啊！这句话你怎么自己怎么笑场了？因为。我自己听了觉得很魔性。对，就是特别洗脑，让大家呢沉浸在 Valentino 带给大家这种高定美学当中。好好看，真的每一个，就是我觉得 Valentino 的这次的整个的包装，包括这些周边也好，然后都非常的颜值非常的高。是啊，对，就是虽然它是粉色，但是也会让我很想拥有的感觉。对，我们女生啊男生看到都会很想拥有，因为都呈现这种很高级很精致的感觉。当然呢，还有刚才那么多谭健次的周边，相信大家都很想要，很心动的，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其实除了这么多礼物，我们的直播呢也等于像一个年末的礼物，然后呈现给大家，给大家带来快乐。是是是，我知道你的粉丝都会叫你的昵称叫你多多，我也可以叫你多多吗？可以啊。好的，那我接下来就我们就可以呢轻松一点。哎，多多最近是不是挺忙的？我感觉我每天打开电视或者上网都能看到你。对对对，打工人吧。其实最近因为刚杀青嘛，是，所以刚杀青的话可以有时间来准备很多不管是舞台上也好啊，然后专辑也好啊，就是可以准备很多有关于自己的
别的除了演戏之外的事情，所以争取能够多多的跟大家见面嘛，然后然后最近也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第二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我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希望大家到时候等到他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哇，刚买完实体专，马上又要有新专辑了，嗯，大家又要过年了。是是是。哎，其实很多朋友他很喜欢，不仅喜欢听你唱歌，还喜欢看你唱跳。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上个月嘛，我看你的那个国风舞蹈，嗯，就穿的那个非常的仙，感觉像个谪仙一样，仙气飘飘。那么我们可以，因为又要发新专辑了嘛，嗯，之后可不可以多变一些舞蹈，让大家许愿一个演唱会现场，可以吗？科目一、科目二还不够学是吧？还可以再多编一些。好，可以。我觉得新专辑肯定是要有舞蹈的了，嗯，就是，就是会有一些，我觉得也要去让自己更加的跟之前有一些突破和变化吧。对，也在准备。嗯，好，期待能够多多突破，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你，好不好？嗯，好。我知道呢，除了舞台之外呢，刚刚你说到你的新戏好像刚刷新，对不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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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次是个什么样的剧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私方馆啊，嗯，私方馆是一个古代的轻喜剧啊，嗯，它有着职场，有着探案，嗯，然后又有着很温暖人心的一些情节，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很多元素多元化的一个剧，然后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带来温暖的这么一部剧啊，希望它也能够快快的上线跟大家见面。嗯，哇，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小婉蓝天地，少年走四方，那很期待接下来能够四方馆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一部剧，好不好？谢谢。因为大家实在是上一部剧哭了太久了，还有第二季，每天都在哭，还有第二季。所以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呈现给大家，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来支持我们的谭多多。谢谢谢谢谢谢。那说起来，我们说到你的第一张专辑嘛，嗯，就是实体专《Dreams》，我有听了很多遍，就很多首歌都很好听。嗯，那么大家很喜欢，包括《着迷》呀、《枷锁》呀、《梦境》呀，都觉得好好听，嗯，很有故事感。嗯，那现场在直播间有没有机会听你来演唱呢？当然当然，那毕竟以后可能要听第二张专辑了，嗯，这张专辑多多唱一唱。对，要现在要唱吗？那我们稍后吧，好不好？好好好，稍后我们找一个机会让你把新专辑能跟我们多唱两首。对，因为 Dreams 这张专辑，嗯，第一张专辑还是结合了很多我以演员的身份，嗯，来去跟大家讲故事，所以第一张专辑更多的我觉得是讲述我自己的以演员的身份的一个表达，一个诠释，嗯，不管他是讲梦境也好，还是说他在曲风里面会牵扯到很多很细腻的表达也好，那第二张其实是我觉得跟第一张是有区别的，有区别开的。好的，那我觉得其实在包括你的新专辑其实还拍了 MV 嘛，嗯，以后也希望你能多多拍 MV，嗯，大家又能够听歌又能看你演戏，好不好？好好好，我会努力做到这个又能又唱又跳又演给大家。所以要粉全能型的艺人就是好，怎么可以请，嗯，欣赏到多元的一个展现。那今天派对呢，我们来一个互动的小游戏作为来暖场，我们先来一个新手村级别，嗯，来个简单的派对游戏可以吗？好呀好呀。那我要挑战一下，那先问你啊，说到华伦天奴美妆，嗯，你最先会想起什么？我最先会想起的就是在后台每次化妆老师给我用的时候，我都觉得她的颜值很高，嗯，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颜值很高，就是她在拿出来那个包装的时候，我就很想去用它，然后会注意到它。然后，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时光气垫嘛，哦，时光气垫，对，时光气垫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我的皮肤的，很水润。就算第二天前天晚上熬夜了，然后第二天用完那个气垫以后，都会感觉皮肤好像特别好，特别有光泽的样子。对，是的，就是我们华伦天奴美妆的所有的产品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打造一种高级感，嗯，帮助我们自身发光，对不对？是的，展现我们自身的一个高定之美。那说到我们今晚的主题，就是粉我本色，惹眼上场。如果用一个场景来描绘华伦天奴美妆带给你的感觉，你会描绘怎样的一个场景呢？哎，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场就很适合你来的。是啊，这个场景就很，嗯，is very Valentino。嗯，
就是很粉。然后如果设置在派对里的话，我觉得华伦天奴就像是派对里很嗨的时候进入派对非常惹眼的那种主角啊，在年末派对闪闪发光的人群里面，然后突然走来一个一眼就让你挪不开目光的一个人，美得很出挑，很张扬，很年轻，很率性，很自由的这么一个人。是的，哇，你真的很懂我们呢，不愧是我们的品牌的彩妆大师，一下就说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每个人呢成为主角，在派对当中展现你的魅力。那大家有没有被多多刚才描述给种草到呢？其实刚刚也说到，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呢都很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觉得我们要以我们的主题粉这个词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件就是和粉有关系的一件事。如果比如说我先说，如果你也有做过这件事情，你有我没有？对，你有我没有，就算你赢。如果你没做过，那就算我赢。好好 ，OK。好，那么我们来说到粉，那么来个后续吧。我要说一个你做不到的。我曾经在派对上，在头上戴过一个非常夸张的粉色大花。粉色大花，粉，你戴在头上一朵大粉花。对，你能做到吗？那我是做不到。有类似的吗？有类似的吗？粉色的帽子可能有戴过。对，粉色的帽子在头上。戴一些粉色的帽子，然后粉色的衣服也有穿过。那但是在往头上戴朵粉色花，现在后期给我披上去一朵，可能我也算戴过。可以可以，我觉得男生算了，粉色帽子算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你皮肤特别白，而且 bling bling 的，其实穿粉色或者粉色装饰其实很适合你哦。你又可以多尝试，好不好？其实还是蛮喜欢粉色的。对，我觉得你穿粉色肯定很好看。那现在轮到你了，你来说一个为难我一下。那说个简单点的吧。简单点的。既然你都跟我出了这么难的题了。简单点，好。我在一次直播里，给大家表演过吃螺蛳粉。这你在 Valentino 的直播里吃过螺蛳粉吗？这好像有些不合理，但有一些合理性。螺蛳粉吗？粉也算粉，也算粉。那只能算你对了。是，算你赢了，算你赢，太厉害了。果然是很厉害啊，你就是很会来在我们的派对当中调节气氛。所以我刚刚在看你说，其实我们今天两个坐在这边，很想跟大家说嗨 Valentino， 你好，星期四。星期四啊。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嘛。 对不对？好，那看来你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那么有趣的，就是我们在网上能搜到吗？大家能可以去考古吗？考古吃螺蛳粉吗？对对对。都考古过了，都考古过了，都看过。对，我在网上各种直播里吃螺蛳粉。看来你的粉丝真的很爱你，是不是？是把你所有的一些视频啊，包括经历全都给扒出来。是，感谢螺蛳粉，让我赢，让你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玩好游戏之后呢，就说到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刚刚说到在年末的派对当中，大家想要在派对当中能够够闪耀，因为像你每次在舞台上都觉得让大家觉得哇，非常的闪耀，很抓人眼球。大家怎么在派对里能像你一样呢？能这么惹眼注目？有没有一些小 tips 来教我们一下？我觉得首先两个点吧。一个我觉得首先是自己内心的自信，是，对吧？对。如果你内心不够自信，那我觉得化很多妆容，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那如果加上你内心自信了之后，你再加上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完美妆容出现在派对里，那我觉得你就是今天晚上的主角，今天晚上最闪光点的一个人啊。是的，就是首先要有做主角的心，对不对？对，我就是主角，有这个信心。然后呢，就要在外在呢进行一些装扮。我觉得像派对，我觉得打造一些适合派对风格的妆容啊，或者选一些合适的一些彩妆用品，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是的，对不对？是的，是的。那这边要特别要给大家介绍到呢，我们华伦天奴这次为大家隆重推出的一款新品，就这一支，你给大家秀一下吧。好，
这一支呢，就是你刚才说一直在用到的，是的，奢光气垫。奢光气垫，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秋冬季节，然后像这个季节现在天气转凉了以后，我的化妆师会在先用它给我先打一个底妆，这样，对，然后皮肤就会变得很水润，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画一些，妆容有的没的吧，对，为什么这一款奢光气垫能够让我们呢变得成为派对主角？首先是因为它的妆感，它是一种光泽肌的妆感，然后呢在灯光照耀之下呢，就显得脸的 bling bling 的，就像闪亮的明星一样。是，而且我觉得它很滋润，这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秋冬季节很干，所以它在涂到脸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像涂护肤品的感觉，然后气垫本身也很薄，但虽然薄，它有它的遮瑕能力，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可以用这个奢光气垫。是的，你刚刚已经说到它很重要的点，首先它是一个光泽的一个妆效，然后它特别的持妆，而且遮瑕力也很棒。哎，你觉得它的外观怎么样？给你怎样的感觉？外观就是让我感觉很高级，很有高级感，就是真的非常 very Valentino。是的，它这个小铆钉，就是。怎么会想到在一个气垫上面放铆钉呢？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铆钉在呈现出来的感觉就很高级，很有质感，然后又很精巧。对，我觉得刚才大家说你跳舞很棒，那光用嘴来介绍我觉得不够哦，可不可以用舞蹈来展示你对他的第一印象？用舞蹈展示？用舞蹈展示啊？那我们要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好。你想一下，用什么舞蹈可以展示这一款奢光气垫？我给我们各位粉丝来单独推到舞台中间。那我觉得奢光气垫，因为这个气垫给我的感觉它是非常优雅的，非常优雅，非常高贵的，有质感的这么一个气垫。那如果用舞蹈来代表它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拉丁舞里面的拉丁舞伦巴。对，然后刚好跟大家普及一下，拉丁舞的伦巴里面有个动作，我觉得是很容易代表它，叫 conclacha。conclacha， 然后那就是我觉得的奢光气垫的这个代表作舞的一个动作。好，我们来了。好，5, 6, 7, 8, and 1, and 2。哇，没有音乐真的好干。哇，就这样吧。谢谢。很棒。谢谢不愧是那个全国拉丁舞锦标赛桃李杯的冠军，就是不一样。刚才是一段教学嘛，是大家有 get 到吗？对，奢光气垫 ，congratulations， 非常棒。哎，我能来个定点 pose 吗？定点 pose， 定点 pose 是不是？定点 pose， 对，要有这种，哇哦，很有那个感觉哦，真的很不错。那趁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大家是看它的外观嘛，就是很高级感，是不是？然后对，那现在为大家来展示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妆感。刚刚说到它其实大家看到吗，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不是海绵的，是丝质的微网，所以呢它打上粉底在我们脸上会觉得特别的细腻。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我们特制的，你看是有个角度135度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粉扑，然后打在手上呢会立刻显示出一种光泽感，而它遮瑕力很好，我觉得接下来的秋冬季节特别适合大家来使用。是的，因为大家就算派对然后跳啊蹦啊是完全 OK 的，完全没问题，而且在派对的灯光之下呢会显得脸特别的美，完全是派对现场的一个主角哦。推荐大家要使用这一款。那我刚才说的是白气垫嘛，就是我们的奢光气垫。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经典款，经典款给你是怎样的印象？经典款给我的印象就是很酷，然后它这个红很艳，很打眼，所以我觉得经典款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惹眼的。而且我知道经典款它这个微光奶油肌妆感是非常的非常精致自然的。如果年末了，大家这个皮肤上会有一些状态上的有一些小瑕疵的话，那用这款气垫来救急上妆补妆，我觉得都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点，我估计我这位朋友可能现在也在看直播，因为前两天他管我要来着，他说他一直在用这个气垫，就是一个演员朋友啊，他证明这个气垫真的在大家都真的很喜欢，对，很有眼光，很会挑。那你懂得刚才
奢光起点有舞蹈，那经典前端一碗水端平也要有一个舞蹈了，酷感、嗯、会有什么舞蹈呢？哦，我退出画面啊，酷感，对，舞台交给你。酷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那首《I'm Get It》那首歌里面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就很适合这个体验。I'm Get It。啊，我看看怎么跳啊。放好，可以吗？哦，没有音乐怎么会这么干啊？啊，好吧，反正他很酷就对了。刚刚跳的舞不一定酷，但酷。你要相信你的各位小烫火各位粉丝，大家后期配好不好？后期给大家配，然后记得要 at 谭健次，让他看一下哦，看大家配的音乐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关注这个经典红旗店就好。对，经典红旗店。那这次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经典红旗店它整个装修。刚刚说到它的遮瑕力很强，大家会觉得奇怪，哎呀，红旗店和经典红旗店和我们的奢光旗店要怎么选呢？其实教大家一下，很简单。这一款呢，它是一个奶油肌的一个妆效，就是一种微哑光的感觉。刚才这一侧呢，是我刚才用的是奢光气垫，是光泽感很强。这款呢是一个奶油肌，而且谭健次呢，谭嘟嘟已经跟大家介绍它的遮瑕力很强，对不对？对，是的。大家年末的时候，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或者派对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脸上会有些小瑕疵，不想被大家看到。这时候呢，我们的红气垫就能够来帮助大家。嗯，刚才也说到一些可以按照肤质来选。如果你是混油或者是油性肌的话呢，可以推荐你使用这一款我们的经典的红气垫。如果你的皮肤呢是干皮或者混干的话呢，这时候呢就推荐你可以使用这一款奢光气垫，它是一个光泽感的一个妆效，大家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进行一个购买。当然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搭配起来使用。大家平时不是会打造一些立体感的妆容吗？可以叠加，哦、对，可以在全脸呢使用我们这一款经典的气垫，然后呢，在比如说 T 区啊、额头呀或者下巴地方，或者可以叠加用它来提亮、提亮，这样呢就能打造一个非常自然的妆容啦。嗯，是，是不是很好的办法？非常好，请坐。哇，刚才跳舞真的很棒，是会有害羞到是不是？就是没有想到。没有音乐的情况下，然后大家都在注视着我跳这个舞会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又感觉回到了小时候过年回家，家长说来跳一个，跳马上跳。嗯，大家还是觉得你跳的还是很棒的，可以回看，我觉得还是很 OK。好，谢谢。好，那精装出行惹眼上场。那除了刚才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妆，精致的底妆之后，其实我觉得衬托气场的口红也是必不可少。这边呢也为大家要介绍到我们两支口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哦，就这两支，首先是这一支，请你帮大家展示一下。好，这一支呢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限定的百管限定的老花，它是77A，是嚣张裸棕。哎，可以把里面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嗯，它里面会有一些老花的 logo， 特别的精致。哦，对的。它是一个口棕，特别有气场。是，它上面有印着。一个 V， 对，很精致吧，精致做到每一步，对不对？嗯，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今天我在台上也讲，它背面是一个镜子，对，我觉得可以随时随地检查自己的妆容，适合大家呢想要随时保持精致。另外呢，就是这一支，来换这一支给大家秀一下。这支呢是我们很经典的一支111A， 就是变奏罗素红，是一支非常有故事感的颜色，就是不同的涂法呢可以呈现不同的感觉，能呈现从豆沙色到红茶色一直到酒棕色不同的感觉，所以大家想要在派对当中呢能够呈现多样的一个魅力，就可以来推荐使用到这两款颜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啊。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超多的游戏给到你。哇，你要加油。觉得我是游戏王是吗？是，我觉得你很会玩游戏啊，所以现场呢要继续来考你了。嗯，好，我们第二个游戏呢有个盲盒，就是呢大家都觉得呢你作为唱跳演俱佳的选手，其实这几年呢你的影视作品和舞台呈现大家都是很火爆很出圈嘛，都很爱看你演戏。现在不论是一个古代或者现代的背景，还是一人分饰多角，大家都觉得你演得好好。谢谢，游刃有余。谢，都很爱你。我越说都很爱演。都很爱你。那这一次我们将会呢请你呢以我们华伦天奴美妆的产品作为主题，就是我们从刚才介绍的四款产品当中，我们选了
两管放在里面啊。然后呢，我会请你来看一下，就不要告诉大家答案。好。然后看看你和你的小炭火们，你们的一个默契度。Okay, 就是你来表演，让大家猜猜看你。我演的是哪？对，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好吧。OK。现在看题。好。好，各位小炭火准备好了吗？来看看你们的匹配度怎么样，好不好？哇哦。哇哦。是什么？先第一个吧，第一个来给我来揭晓答案，你来演，要给你 action 吗？嗯，没关系。第一个，嗯，第一个要猜的是，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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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哇，应该很好猜吧？都有音效的，就是呢，闪闪亮的一个肌肤的感觉，就是噔噔噔噔。奢光气垫，奢光气垫。嗯，刚才呢，嗯，多多也为大家展示到了他演的怎么样，有没有被他帅到？啊、奢光气垫赋予了我的这个表演啊，谢谢谢谢。好的。好，我们第二个挑战哈，还有一个、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第二个是不是要感觉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感觉是这样的。嗯。It's very Valentino. 哇哦，应该很好猜了吧？对对对，应该看过这个画面，看过这个广告应该都知道、嗯、啊，就是这一支我们的唇膏，也是我们的77A的嚣张裸松。大家有没有被多多的表演给惊艳到？怪不得大家那么喜欢你，很嚣，不是很嚣张，很嚣张，颜色很嚣张，颜色很嚣张。嗯，我看我刚看弹幕，我们的各位粉丝也是很会猜。果然呢，跟我们的粉丝和 idol 就是心连心。嗯，是，谢谢。很能 get 到，跟这么多机智可爱的小炭火们在一起，相信，哎，你每天有没有觉得也幸福感超强？他们是不是天天都夸你？有有有，我觉得双向奔赴的感觉。嗯，双向奔赴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把这些幸福感呢要分享出去。那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再次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抖音的官方直播间下单的话呢，会有好多好多的一个惊喜。那首先呢，就是哎，请多多帮我们展示一下那15张非常帅气的小卡，嗯、超多，真的好多。另外呢，还会有大家可以看到会有明信片。除了明信片之外呢，还会有大海报。对，我还没摸到这张大海报，让我摸一下。来摸一下、啊，看一下，看一下。哇，这个质感还是可以的。对，大家今天在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下单呢，只要购买套组呢，就有机会获得啦。那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线上客服来了解。嗯、你放在你脸边上看一下。还是不要对比了吧。好，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海报，非常喜欢。我觉得真人更帅，真人更帅，嗯、更灵动。谢谢，谢谢。那我们刚才呢聊了很多嘛，就是都是有关于我们的气垫、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呢要跟大家聊聊我们的口红了，好不好？嗯，其实口红的话我们刚刚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其实还没有说到它的一个颜色。我今天现场呢、嗯、想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一个颜色。首先呢、嗯、我想看一看，我们说这支很嚣张的颜色吧，好不好？嚣张啊，嚣张棕，这支 77A 嚣张裸棕。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感觉好了，可以涂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支口棕。哦。今天下午说了，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季节或者女生会涂上会可以适合这一支？季节啊，嗯，季节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任何季节都挺适合这个。我觉得秋冬很适合，就这个颜色跟秋天的枫叶。嗯，对对对。然后跟我们枫叶的颜色。就很相称，是，就是，反正就是挺嚣张的，很惬意、很松弛的一个状态。对，很惬意、很松弛，嗯、就是美的毫不费力的感觉，对 对, 对, 对不对？就是涂上它，就有这种，不太顾及别人眼光，只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一个女生穿着一件风衣。涂着这支 77A， 然后呢，很有气场，然后呢，戴着耳机正在听一首歌，那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歌的话，如果听 I'm Gilly 的话，再涂上这支口红，再说你像穿的风衣，那我估计会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六亲不认的步伐啊，那我刚才不是有说到七七 A， 然后呢也说到今天想让你唱歌啊，有可能吗？给大家唱两桥。有，我都是随 Q 随。那可以拿着唱，要唱出这种六亲不认的感觉，好不好？唱歌，拿这首歌，不，拿这支口红，唱，那就唱。要搭配点动作，好不好？歌配手舞。歌配手舞。那就是。会什么样？唱什么呢？唱《着迷》，今天已经唱过了。我们就 I'm get it， 然后搭配，因为它很有节奏感嘛。哦，对，刚刚说听着 I'm get it， 听着 I'm get it 来走。嗯。听 I'm get it。脑中急速旋转，现在想什么样的舞蹈？舞蹈动作，手部舞蹈。I'm get it, they don't want to see me winning. I'm get it, 与生俱来的自信。I'm get it, 抓住每一个契机。对对对。哇，好精彩哦！谢谢，真的很帅。对对对，这歌词我觉得还蛮符合的。对，特别符合他这种 style。与生俱来的自信。嗯。与生俱来自信，哎，真的，与生俱来自信，很适合我抓住每一个契机啊，很适合七七 A， 对 对，而且呢，它也是很适合接下来这个季节搭配大家的美拉的 style 的服装，也很适合秋冬搭配风衣大衣都很好看，适合在年末呢闪耀出场，然后美的毫不费力，美的很嚣张的一支颜色，推荐大家。那说完这支，我们再换一支嘛，就是今天下午就有说到这一支了，给大家秀一下，嗯。这支是111A 变奏罗素红，嗯，是，它是一支很有故事感的颜色，哦，对，它很百变，你知道吗？特别百变，我给大家要展示一下它的颜色哈。感觉这个颜色比较接近那种红润的嘴唇，对，我豆沙那个叫什么豆沙色？哦，豆沙色你都可以说出来，你真的很厉害哦，豆沙色。对，其实豆沙色呢，一般可能我们通勤会比较多，上班通勤比较温柔，嗯，日常。然后呢，大家平时呢，把它看薄薄的涂一层，然后呢就是一个豆沙色。哎，这个好看哎。然后如果说，嗯，我晚上想要约会一下，或者我今天想要拍照，想要来点复古的感觉的话呢，就可以涂两层，涂两层就会立刻变复古，因为觉得它的一层跟两层颜色完全不一样，是，就一下子改变了气质。是。然后，如果你还想不一样一点，在今晚的派对，我就要做 party queen， 就要做最闪亮的一个呢。我们可以再厚涂，嗯，涂三层，很浓郁。对，我觉得它涂一层的感觉就是很甜美、温柔的，甜美，对，很日常的。然后，如果涂两层，好像又感觉，又多了一丝气场。对，对，在有气场的过程中，又不失甜美。就那种感觉，对，然后有点复古。三层的话，立刻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很提气的这种，对对对，有点复古的感觉，人就变精神了，有这种类似于这种红酒的棕色，嗯，很有气质。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是，我两个都挺好看的，对，它很有故事感，很百变。感觉上一个适合在众人的 party 里面啊，众人的 party， 然后你可以很夺目，很嚣张。嗯，这个就适合跟你的另一半在约会的时候，或者你的。正要成马上要成为另一半的约会的时候涂一下。哎，你觉得这支你最近的有部戏的主角女主角感觉很适合这个颜色，你觉得是适合哪一个？最近有部戏的女主角，对，哦，我觉得她经常会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也会啊，哦，她带妆上班，啊，那我觉得应该是你说的应该是爱情有烟火里面的钱飞啊，是的，投行这个工作就很适合，对不对？对，一支就能够满足不同场合，是，无论是商务、派对、上班都很 OK 哦。对，确实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好，我们说完我们两支经典的唇膏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支唇霜，今年我们推出一款唇霜，哦，这支是我们超火的颜色，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真的是220A， 它是一个玫瑰色。哦，就是你会觉得。抹上就觉得很有气色，嗯，是气色很好，感觉更柔了，这个，嗯，更温柔了，嗯，啊，然后不像前两只那么的耀眼，那么的，
夺目，他其实他把温柔和锋芒好像就稍微收敛了一点，然后更加的温柔，更加偏素颜妆那种状态下涂的那种，俏皮的慵懒的感觉。哇，你真的很会形容哎。虽然不是你那么专业的这个讲，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来看待女人涂这样的口红的时候，给我的直观感受是这样。所以啊，这三支呢都是我们非常热卖的颜色，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准备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互动。大家都知道你有两只很可爱的狗狗，对吗？是的，谭小呆和弹力球。谭小呆、弹力球，我们特别请了画师来创作了他们的可爱的形象。哇，好可爱啊，画的。很可爱。然后今天现场呢，会请你来一个作画，就考你的画画实力了。这是我们的呆球线条画，然后请你用刚才填色吗？拿口红吗？用这三支唇膏吧，好不好？三支，然后你来给它填个色，可以点睛一下就好。好呀，好呀，填个色好不好？好啊，但是这个比例画错了。比例画错了，那应该怎么样？现在谭小呆比弹力球还小，对，应该是谭小呆得这么大，弹力球就这么点儿。是弹小呆比较能吃吗？弹小呆比较能吃，比较壮实啊，弹力球就比较瘦小。好，那你来给你一个唇刷吧。好，来选一下颜色来给它画一下好不好？那我觉得先给谭小呆来一个嚣张一点的吧。嚣张，他在家是很嚣张的吗？谭小呆比较嚣张。他会欺负弹力球吗？会。很直白。很直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时出差的时候会带上他们吗？会啊，就是我在剧组拍戏，他们都是跟着我的。哇，看来他们也很爱你，是不是？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会给他们买这种可爱小衣服的主人吗？会装扮他们吗？平时？会啊，我经常给他们穿衣服。你给他们穿衣服啊？就是尤其其实也冬天会穿的更多，因为冬天会冷一些嘛。哎，那你会给他们带什么粉色的蝴蝶结之类的吗？粉色蝴蝶结啊，有戴过耶。有戴过，就是很多，就像很多男生小时候，有时候妈妈也会给他穿女孩的衣服一样。哦，你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老父亲上身的感觉，是吗？对对对，他们经常说，我看他们谭小呆跟弹力球的时候，我的眼神都是那种老父亲的眼神。就看他们两个，就哪怕他们两个在打架，我都是很安详的看着。很安详的。那你会劝架吗？会劝架吗？会帮助弹力球一下？劝有时候会，因为有时候弹力球肯定打不过谭小呆嘛，所以我就会有时候会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指责一下谭小呆。指责一下他们是吗？对对对。哎呀，我这么一说，喜欢谭小呆的肯定不高兴了。也很可爱，对吗？也很可爱。对对对。那说谭小呆吧，他有没有什么可爱的事情，把你萌到的事情？谭小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如果说弹力球的心事比较多的话，谭小呆我觉得是一个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小狗，就他比较天真，然后比较好动，他比较爱玩具，就是小狗不是有时候会护食吗？弹力球是护玩具。就是你可以抢我的吃的，但你不可以抢我的食物。不可以抢我的玩具。对。所以谭小呆是一只天真呆萌狗，是不是？对对对。然后谭小呆也经常，就是如果你跟他说话呀，或者跟他怎么样，他会经常出现歪头鲨，这个也很可爱。歪头鲨。哎，我很想问你哦，就是你家的狗狗听到你唱歌会不一样吗？听到我唱歌吗？嗯，听到你唱歌会跟平时不一样吗？会特别兴奋？会歪头？会歪头啊！会仔细聆听你唱歌，是吗？对对对，会有，仔不仔细我不知道，对，就看着挺仔细，对，看着挺认真，是不是？我经常讲，我真的，有时候我就在片场会带他们骑马啊，骑马？对，狗还能骑马吗？对，我就拿教他们骑马，然后教他们那个看剧本啊什么的。哇，真是狗身高峰了。对。啊，已经快画完了是不是？啊，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我发觉他们在你心目当中真的是很爱他们，肯定，因为给他们画的都萌萌的，好可爱哦。对。有这种可爱冲出屏幕的感觉。好了。好的，我们看一看，给大家秀一下吧，来个特写。哇。噔噔噔，超好看的，哇，好看嘞！
真的很棒。我们这个来就保存下来喽，非常棒啊，好好看，真的。这也是可能是因为口红好看，所以涂、啊、涂到一张白纸上它都好看。因为有华伦天奴是口红的加持，所以呢这张画得特别好看。那可以看到，其实要在画面上、在纸上，它都能够很好的延展性。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在用到我们唇上的时候呢，就更能够描绘出我们的美丽了。嗯，好的，我们把这张好好收藏起来，好，放一边收藏起来。那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马上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然后又要到元旦了嘛。嗯，就是我想问问看你，就是像你上个月是你的生日嘛，你应该收到很多礼物，又有哪些礼物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就很喜欢的？其实因为我是不收大家给我花钱买的礼物、嗯，所以我一般都会收大家给我的信啊、嗯。但经常会有一些我会经常会看一些。粉丝朋友给我写的信，然后、觉得很温馨，很浪漫。温馨，对对对。问你每封信都会看是吗？收到的。对，它会集中在一起，然后我就慢慢看，像看书一样这样看。哦，觉得是的。其实礼物有时候送的不是东西，它是一份心意。对对对。能够感受到就是送礼物人的心意，并接收到这份心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礼物最重要的一个存在。嗯。那刚刚有说到，其实那个下个月就圣诞节了嘛，还有元旦。那你觉得怎样的礼物？会比较好，就是送给别人。如果是我送给别人的话，如果我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礼物就是它不是一定要很贵的礼物，哦、就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心意。心意，对，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心意传达准确的传达给你要送礼物的这个对象。哎，那除了心意之外，多多，你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会特别注重会哪些细节吗？你觉得？比较关注。我觉得实用吧。实用。对，实用。你当然希望你送给对方的礼物。对方是能够真的想用的，然后会经常用的，哦、对, 对对对。那比如说拿到就要用，对吧？啊，对对，比如说如果你要送女生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化妆品，那肯定会用的嘛。嗯，是。像口红啊、气垫啊这些，对不对？嗯，是的，华伦天奴美妆的口红、气垫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在我们的快要到圣诞节了嘛，嗯，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款特别既有仪式感又兼具实用性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啊！我知道是什么了，一个礼盒。对，我觉得这个送礼超棒。我们来请工作人员拿给我，哇、哦，沉甸甸的，我先来展示一下。哇，女生拿在手里真的觉得，就光这个外形就赢了。太棒了，我觉得简直是送到心坎里，好漂亮、嗯，好漂亮。来，请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你先摸它的手感，有没有觉得？对，就很有质感，就很沉甸甸的感觉。对，它是一个皮革的外表，摸上去就很有质感。对，就是我一个男生都会。让我想要这个粉色的感觉。对，你看它上面还有个粉色的蝴蝶结哦。对，还有粉色蝴蝶结。最重要的是打开以后很漂亮。嗯，这就是我们这次一个倒计时的一个礼盒，它是以华伦天奴的粉为主色调，它是很张扬惹眼的外观。而这个蝴蝶结也是大有来头哦，也是源自我们秀场的洛可可式的一个蝴蝶结的一个悬坠裙摆，我们把高定的设计融入其中。而且你摸一下，上面还有个盒盖上有铆钉的质感，这个铆钉是可以摸出来的。对对对，在这里，就是真的很有质感。除了甜美之外呢，还带一点小叛逆。对，反叛的感觉。有这种融合这种多元的魅力展现给大家。然后这个皮革也非常的，手感也非常细腻。那你看里面是整个都很有七个，很高级的感觉。啊，才为什么是七个？七天嘛。啊，对，倒计时礼盒。对对对，可以打开吗？可以啊。大家可以在节日的前七天把它送出去，然后一天开一个，是不是？对，哇，每天都有小惊喜，然后就感觉哇，心情好好。哎呀，那我是不是提前把大家的惊喜提前公布了？没关系，你给大家打开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惊喜了。OK， 七天的惊喜，七天的一个惊喜。每天一个。哎呀，惊喜太多了，是不是啊？您看，我觉得里面的盒子都设计的很有意思。哎，就是其实它是不同颜色的，不同颜色它是有搭配过的，不同颜色的粉啊、金啊，金啊，对，很奢华，很有高级感。对对对，感觉拿上就泼天的富贵。嗯，关键它还有一个小号的这个。哎，对，小，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小的吗？就大家女生其实如果可能出差啊、旅行，哎，都背个包，包小，哎，小小的，啊，明白明白，旅行装很方便，哇，好贴心啊。这还，而且现在很多女生不是搭配服装会有些小包包嘛、嗯？大的怎么带出去呢？这样放一个小的在里面，是不是很开心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包比较小，对吧？它可能装不了太大的，那装一个这样的很小的，我觉得就蛮方便的。嗯，好，那我们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来选一下吧，
就是我们的一到七天。好，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什么？我们先来选礼拜几呢？礼拜几？不是礼拜几，哪一天？星期几？星期几？星期一。星期一，好。星期几？看一看。这是星期一。哦，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的经典的红气垫。红气垫，对的。你今天刚才说到，你今天其实是刚刚有演过戏，有唱过歌，有跳过舞。那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用不一样的形式来将它介绍到，好吗？那刚刚有说到，我比较喜欢收的礼物，可能就是信嘛。那我觉得这是那用读信的方式了。哦，读信的方式是吗？好，我们把我们的第一封信的内容来给大家看一看。嗯，星期一就送你一封信。无暇底妆，一眼出众，一见钟情，双向同频。若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了，该如何是好？哇，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剧中。嗯，谢谢。就是一封信，一封情书。啊，第一篇。大家沉浸到刚才表演中了吗？我感觉一秒回到了剧里的氛围。嗯。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红气垫，就是我们的经典的红气垫。那刚刚说的是星期一嘛，你可以先喝点水，今天因为直播时间挺久。没关系。然后呢，我们今天呢，现在选一个什么呢？选星期几？今天星期四，那就选个星期四。哎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嘛，还是他。那就星期三。哦，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的礼物是什么？星期三就是奢光气垫嘛。哦，奢光气垫，看看情书的内容是好吗？星期三，我们有个专属的一个情书的内容。星期三为你着迷，华伦天奴奢光气垫。哦，华伦天奴的奢光气垫，哎，这是不是跟我们在新专当中的 Dreams 的一首歌的名字是一样的呢？对的。你的美让我之间的发达。不受控制的缺氧。对，哇，好迷人呢、好好听、他的美让我缺氧。我觉得直播间前的很多粉丝可能也要感觉缺氧，我觉得心砰砰跳、四舍五入就当一个 MV 了吧。谢谢。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经典的气垫还有奢光气垫。那现在呢，我们再选一个吧，选一个，那就这个吧。星期几呢？这是星期五。星期五了。嗯，第二天不用上班了。啊、哦，不用上班了，好开心。那就应该嚣张一点。哦，嚣张一点，自由一点。那我就选择这一支吧，77A 嚣张裸棕。好，77A 嚣张裸棕、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一款它的情书是什么呢？嚣张告白这款，那这封情书内容，我觉得也适合一首歌。哦，什么歌？Dreams 这张专辑里面的《枷锁》。枷锁。对。他烂漫的目光望向我这一刻，因他执着。哇，哎，你知道吗？因他执着。我在听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这首《枷锁》啊，真的。因为我觉得《枷锁》，就是一听就感觉很有故事感，就很像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一个这种 BGM 的感觉。谢谢。我很期待能够以后你不仅能够演戏的，也跟多多给大家唱一些这种他的一些 BGM 的歌曲。期待第二张。期待第二张，好不好？那好的，我们再选一个。下一个再选、这个、一下我们的111A 了，好吧？这个，111A， 那我觉得它呢就会给我一首歌的感觉，它就比较适合处处吻，哎，处处吻很火哎。对，之前有翻唱过。对，你那个视频我真的是看了无数遍，谢谢。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爆发力的感觉。偷心一吻，暧昧升温。裸条豆沙，浪漫欢愉，我的世界因你而闪耀迷人。哇，真的太迷人了！它仿佛就是感觉
多多带给大家送礼物，有一种递出去的感觉。是，就是这个仪式感还挺浪漫又特别的。嗯，每一天都有一个惊喜在给你。对，每一天都有个惊喜，每一天呢都有一句情话送给你，这样。嗯，大家其实我觉得它也很适合当做这种生日礼物呀，在里面写上一些暖心的话呀。嗯，然后每天一句，是不是？对对对，放在这里面哈。啊，也很打开一个看到一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款的计时的礼盒呢，也是年末入手的好选择咯。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入手。哦，我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想要这么多的小卡，想要这么多的我们的明信片呐，要怎么来获得呢？就是跟我们这个礼盒，大家今天跟我们的礼盒就能够获得这15张的小卡，还有明信片。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海报，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每张都很好看呢。是啊，是啊。哎，是不是可以这样放在这里？那你来设计一下，15张，刚好一样放一张。哇，每一张都有情书。哇，每一张都有情书，每一张都是美颜暴击，每天都觉得很甜蜜。哇，真的很合适。是不是？好 match。哎，刚好盖得上。刚好干的是解锁了一个全新的送礼物方式。那如果没有其他人送给自己的话，也可以自己送给自己了，每天都打开一张。对， OK， 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非常适合在年末当做礼物送给你爱的人或者送给自己，都是非常棒的，非常有高级感而且很合心意的一份礼物了。好，谢谢你的展示，谢谢谢谢。哎，我们请路人王帮忙收这一边。哇，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也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呢，今天作为我们的一个嘉宾来到现场。那最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嘛，我觉得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产品，我再给大家一来重复一下吗？让大家再回顾一下，温故而知新。来，首先请你帮忙展示一下我们这一支。经典红气垫。对，经典红气垫，说到了它的亮点，就是它的妆感呢是奶油肌的一个妆效。哎呦，我们来，我们的老师切，我们多多的全脸给大家看好不好？这么帅的脸，对不对？来展示给大家。嗯，正好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可以多多截屏。我们这时候要帅一点，多多截屏。所以今天的直播多美战，好不好？然后呢，这款呢就很适合油肌或者是混油肌的各位宝宝就可以来使用这一款，它的持妆效果非常棒，而且遮瑕力一级棒。年末呢，如果你的肌肤有点小状况的话呢，用它绝对就没错喽。嗯，好，说完这一款呢，就第二款。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次的奢光气垫。奢光气垫。为什么叫奢光气垫呢？因为它能让你的脸自带光泽感。它其实是一个光泽感的一个妆效，所以呢很适合在派对，在年末呢想闪耀出场就可以用这一款。它呢很棒的一点就是它很轻薄，很水润，而且它在轻薄水润的基础上呢还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遮瑕力。是，所以呢如果你是干皮或者呢你是混干的话呢，就可以使用到这一款。当然呢，如果你想要实现一种光泽感的美肌的话呢，也可以推荐使用这一款，就可以像檀健次一样脸会发光。谢谢谢谢，今天确实用了它。所以今天的是发光的美貌。嗯，发光美貌再多点特写。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唇膏吧。一支是，先从你这边这支白色先拿。嚣张嚣张。好，这支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可以让你美得很嚣张的77A 嚣张裸棕，它是一支口棕色，非常适合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可以搭配呢，完美搭配哦，你的风衣、大衣，而且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呈现出最嚣张、最自然美的毫不费力的感觉。这是一支口棕色，很适合呢我们亚洲女生的肌肤哦，推荐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把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好。好，因为这是我们的一支经典的。这个刚刚被我画太阳呆的时候用了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膏体呢，上面是有呢我们的经典的老花 logo。 对，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白管的限定的一个老花的一个，所以只有这段时间可以买到。哦，这只有这段时间可以买到。对，只有这段时间可以买到，所以呢想要入手的话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咯。嗯，颜色又好看，包装又很高级，而且还可以拿它补妆。对，照镜子。
照镜子。好，那我们最后来下一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红管的这一支，这就是考你色号了，是什么呢？这是幺幺幺 A， 对，幺幺幺 A， 果然还记得很清楚。这是变奏罗素红，它这个颜色也是取自我们在2022年我们在秀场上的一套服装。把它这个颜色，然后呢融入到了我们这款口红当中，所以能够呈现这种非常高级感的一个妆容。因为大家知道 Valentino 它的时装很高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种高级感的颜色穿到我们的脸上，来穿到我们的唇上。它呢是一个非常多变的颜色，它刚刚说它的一层，哎，顺便可以带一下这边的颜色，一层呢是一个豆沙色，两层呢是一个红茶色。三层呢是一个酒棕色，一支就能够完美的能够符合你所有的一些形式啊，所有的一些场合来使用。所以这支入手呢绝对不会错哟，非常好看的颜色，而且是一支有故事感的颜色。对，就和檀健次一样，非常的迷人又百变。谢谢好的，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是220A， 这是唇霜。唇霜，这是唇霜，它是一个也是很有好气色，如果想要好气色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一支咯。好，展示也就到这边了，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派对现场，聊这么多，又唱又跳又演，辛苦了。没有，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开心，是不是？包括今天又看到了这么多好朋友，然后跟大家用下午也见了面，然后晚上又能在直播里见面，我都觉得非常开心。我这今天直播真的很满。那最后跟大家说几句吧。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都收到了，然后我会继续不停的努力，然后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也谢谢你们，然后也谢谢华伦天奴，谢谢华伦天奴邀请我参加这次派对，谢谢大家啊。我今天我觉得跟大家聊得很开心，然后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舞台，还有更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谢谢。好，谢谢。而且我知道你有好多待播剧，是不是？大家要多多支持多多，然后要多多来看他的舞台。好，再次谢谢檀健次今天光临，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